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这样子的跑法已经是固定不会被攻击的了，不然就是我对隐形戒指还是有发挥作用。喂，滚开！我刚说不会被攻击嘛，就不是呢，真的吗？你谁啊？你怎么在这？居然没有被巨人打死。他有点搞笑，自己偷要的加子。那一只欸，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哦，好死！我躲不掉他东西，啊，这样应该是最好的状况。终于可以继续向前了。对，现在还有一只。恐怖！
来不及啊。哇，旁边有一只小只的。闪一下就行了。哦，哎呀，哎，这不晓得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也知道它的位置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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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它开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剩一滴血。爆发好像是没有伤害的，没有靠险。清水腐泥，七楼这边应该还有那个。哇，那边还有一只，两只，有没有机车？是毒的，我想说那个我碰了好几天都没事。
居然会中毒。你看，停在哪？回血，砍死你！这边好像是我来的那一边，走错边了。不要，我们现在不要去中了，太可怕了。去看看这边广场，哎呦，这边有一只哎，哇塞！这里也有一个拉杆，拉拉看。又升起了一座。这边这个也是可以升起的吗？不要吓我。我感觉这边也是可以升级。问题是它的拉杆在哪？就目前看起来是没有。我先回头一下，那上面升上去不知道是不是有路。没血了，吓死！记得那时候这边上去，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嘛，只有一只女巫。起来升起的作用似乎不是让我从这边去过桥，所以这边还是依然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哇！教堂骑士大盾，看一下这个盾怎么样。对，魔力减少了，可是其他提高了。这对我来说，
太重，而且力量也不够。现在看起来唯一能走的就是这边吧。居然是往下，不是往上，意外、欸。这个门不能从贝特开启的这个门，我好像有来过这边。这边是哪边？这样下来是不对的。我这样下来的话，我又回到这里来了，这下麻烦。对啊，这是一周目没错。我也差不多要中炮。都是走这个上去，可以快速回去原本的地方的。没错，然后。太补，不然等一下那个满了我就死了。这边。好，我回来了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不要去吃萤火，反正有吃没吃，应该说是吃了我也可能会死，没吃我也可能会死，但吃了我得重打。最起码这一路过去是安全，除了那个巨人之外，只要不要被巨人踩到就好。觉得巨人的移动方式跟。
之前的不太一样，应该是第二次的关系吧。还好也没有事啊。开了门之后不能下去，要走这。哦，有一扇门可以开。这有一个电梯跟一个可以下去的地方，我再开另外一扇。回到那个教堂，好，没错，太好了。射击我了，就是在这，慢慢把地图拼凑起来。可是我来到这边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把地图拼凑起来了，没错啊，但我接下来能够干嘛？难道路不是这样走的吗？这是这个捷径。不是不可能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那上面感觉就是很明显，还可以走。如果要过去那边的话。怎么过去那边呢？觉得奇怪，应该走这里会有新的地方可以去啊，总不会是叫我去打巨人吧？是不是我漏看了什么？就摔下去了。哦，这边有楼梯，原来是藏在这个位置。
推荐，这里好像是一个中塔。如果走下去的话，刚刚好了。刚刚好就爬这个到对面，哇！腿空间太小了，这是有火的。下面是我之前走的路啊，那不小心掉下去要重爬。看起来这么可疑，居然没有隐藏通道。惊险惊险！有喊声，先往这边走走看。这里是，哦，这里可以过到对面去耶，在巨人的头顶上，好恐怖啊！观众不要奇怪的东西跑出来。还蛮风景蛮不错的，只是那个地方太高了，太高了，然后旁边又没有护栏，对啊，好危险啊！不是可以跳上去的地方，那接下来的路就只有那个巨人的上面了。还好他有自己走过来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天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拜拜。